主持与朗诵为我打开一扇崭新的艺术大门。舞蹈是在聚光灯下的闪耀，书法是笔墨之间的山河沟壑，时光在这座城市雕刻下什么，我们在这座城市就看到什么。它为我的童年锤炼了更多自信的体魄，歌唱让我在艺术的海洋中广阔遨游。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太阳，目的就是要让它发光。歌声曼妙，可悦蓬莱人间；乐声澎湃，可到海滨玉环。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踏梦而来，卓而远航，追光而日，目光而行，与光同行，光而不耀，照亮了我热衷艺术的追梦之路。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不管它是迷茫的、不安的，还是欢腾的、炽热的、理想的，童年是那么美好，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它都是最闪亮的日子。
2024龙岩少儿春晚开始了，各位导演做好准备，听我口令，5 4 3 2 1。有花朵朵金香绽放，幸福与欢和风荡漾，风之它来共赴春光，快来加入我们的身旁。海云龙腾来晨翔，火力与环好风光，小伙伴们齐欢唱，遇到蓝湾更新万象。海云龙腾来晨翔，品吃与环共富共享，小伙伴们齐欢唱，遇到蓝湾更新万象。加快速度，3 2 1龙年春晚 Let's go。
道：龙年龙岁龙吉祥，玉兔辞旧春华起，龙腾新春气象新。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现场可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过年好。这里是龙娃闹新春，一起向未来。2024玉环市少儿春节联欢晚会的活动现场，本次晚会由玉环市传媒中心主办，玉环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环市支公司对本次晚会的大力支持。此时此刻，我们在玉环市传媒中心1号演播大厅给您拜年啦！我是少儿春晚主持人柯云开，我是主持人郭依依，我是主持人张迪豪，我是主持人刘欣宇，我是主持人黄婷江旭，我是主持人陈瑶科，我是主持人刘通，我是主持人王若轩，我是主持人叶逸阳，我是主持人蔡依晨。今夜的星光格外璀璨，照耀着我们灿烂的笑脸，今夜的舞台格外绚丽，飞扬着我们心头的喜悦。辞旧迎新，我们在点滴岁月的流逝中告别2023，向阳而生，我们在美好期待的祝福中迎接2024。2023兔年，在成长和收获的喜悦中蹦蹦跳跳远去了。2024龙年，在期待和奋进的激情中腾云驾雾而来了。今夜让我们放声歌唱，唱出新春的喜悦。今夜让我们尽情舞蹈，演绎成长的幸福，书写新年的憧憬，演绎明日的辉煌。让我们共同把祝福送给大家，共祝我们明天更加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个充满欢声笑语的舞台上，为您呈现一台精彩纷呈的少儿春晚。请欣赏玉环真儿艺术中心选送的舞蹈《小春飞碟》，感受如同春日的轻盈舞者灵动的表演，带着我们走进春天的美好。
倒蓝湾春意闹，青山碧海情不老。你们看，家乡玉环的春天多么美好！一年之计在于春，愿年少的我们能珍惜当下，在春光的映照下，幸福快乐的成长。下面请欣赏玉环传媒艺培中心乐声合唱团广电小主播选送的节目，小组唱《春天在哪里》，朗诵《春天走进我心里》，掌声有请。世界，痴痴畅想，捡起一粒石子儿，抛出去，会变成一只蝴蝶，展翅飞翔。翻开一页书，贴耳倾听，能听到每个字儿，都变成蜜蜂歌唱。一只只蝌蚪游在池塘，像美人的雀斑一样漂亮。夏天来了，定有一片蛙鸣，在房前屋后低吟浅唱。春天在我的心上荡漾，春天在弯弯的小路徜徉。春天的风筝驮着一片阳光，春天的脚步总是那么匆忙。采片树叶做一只夜笛，把春天吹得摇摇晃晃。走进家门抖一抖衣袖，尽抖出一地春的芳香。它虽然没有牡丹的国色天香，没有桂花的香气浓郁，也没有玫瑰的娇艳欲滴，可它是春天的使者，为我们带来春的讯息，春的讯息。你看，晴天的迎春花十分美丽，走进公园，迎春花映入眼帘。它们有的抬着头，向着太阳公公点头微笑；有的三两只聚集在一起，一层层，一簇簇，一层层，一簇簇，好像在说悄悄话。还有的像害羞的小姑娘，含情脉脉。迎春花是淡淡的鹅黄色，风一吹花儿翩翩起舞，好像在迎接人们的到来，叶子也随风飘动，好像在招手说快来快来，我最美，来看我，来看我，我最美。雨天的迎春花更是美丽动人，
蒙蒙细雨笼罩着整个公园，仿佛是仙境一般。迎春花就是仙境中的小仙女，成群结队的在开联欢会呢。它们贪婪地吮吸着甜润的雨水，在雨水的滋润下成长。就算在狂风暴雨中，迎春花也会仰着头，挺着胸，仰着头，挺着胸，像无畏的士兵一样守卫自己的家园，守卫家园。虽然迎春花看起来是那么柔弱，但也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气质。我最喜欢春天的使者迎春花。气中萌动着春草的气息，鸟雀在每一天清晨叽叽啾啾地把人唤醒，寒流正在薄灰里隐退，寂寞了一季的树惬意地伸展起腰肢，众多的小精灵们在枝头抿嘴而笑，这笑像是含羞带怯的，继而在雨水和阳光的呵护里一点点地放肆起来，最后喷出无知无数的欢笑，不知不觉间就闹醒了还睡眼惺忪的大地。走在三月温柔的阳光下，心底漾上的是淡淡的感动。严冬要过去了，伴随着一起消失的还有那刺骨的北风，阴冷的霜雪。生命如同大自然，它也会遭受寒流的袭击，它也要周而复始的在光明和黑暗、寒冬和暖春之间循环。森林中有一些充满智慧的树，冰霜薄雪突袭时，它们懂得弯身躲避，闪落冰雪，给自己巧妙的解压，如此他生存了下来，迎来了一个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迎来了一个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而另一些宁折不弯的树，因为承受不了冰雪肆虐的重击，他们最终倒了下。很多耐人寻味的现象，只要你用心去发现。我想走进春天，等待着它讲述缤纷的故事，而我将快乐的聆听，永不厌倦快乐的聆听春天的故事。物换新装辞腊去，春满大地福满园，龙年带着新春的喜庆，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悄然而至。新的一年新的起点，作为中华儿女龙的传人，龙年的到来更是吉祥繁荣与幸福的降临。让我们满载欢乐向新的一年出发，跟随着音乐的节拍一起传递新年的喜悦。请欣赏一环传媒艺培中心实心街舞选送的舞蹈《新年快乐》，掌声有请。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七彩阳光》现在开始。You know what it is when it is when we do what we do. If good girls get down on the floor,
tell me how low will a bad girl go? She probably pick it up, drop it down real slow. Either that or she's upside down on the pole. That's when I grab the knot, throw it up in the sky. Let it come down slow, watch it all fly. Front to the back, then side to the side. Then we head back to my crib for the night. That's how it goes down, all night long. She whispered in my ear, said she loves my song. This is why I'm hot, she got it on the phone. Top 10 down low, number one ringtone. I'm in my zone, tell me what's good, what it be. Can't say I'm what you want, but I got what you need all night. It's alright, we could dance, but you gotta keep it up a little.庆团圆，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4玉环市少儿春节联欢晚会。观众朋友们，在我身边坐着的是参加过第四届亚残运会开幕式童声合唱的几位同学，几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叫郭琼木。大家好，我叫董玉林。大家好，我叫向三叶。大家好，我叫蒋一博。欢迎四位小嘉宾。2023年10月22日，我们的小同学有幸参加了杭州第四届亚残运会开幕式，用自己好听的声音唱响了一曲温暖的天籁之声。想问问你们为了这次演唱准备了多久呢？差不多150多天吧。那对于你们来说，这准备的过程一定特别辛苦吧？我们每天排练，从早上到凌晨，小朋友们都很辛苦。再坚持一点点，这是8岁的宇博弟弟经常对老师和妈妈说的一句话。阿姨，看了宇博的演出，您一定特别高兴吧？我特别开心，也特别激动。当宇博护着5星红旗出来的那一刻时，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被世界听到、看到，我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亚残运会的舞台对四位同学来说何其珍贵，虽然他们听不见世界的声音，但这次他们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我想这份宝贵的经历一定会照亮他们的未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四位同学，祝福你们。别样的星星，别样的闪亮，在特教世界里，每个星星的孩子都散发着独特的光芒。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注视到闪耀的舞台，
看这群宝藏同学用古乐和我们共度新年。请欣赏玉环市特殊教育学校选送的古乐表演《青花瓷》。光芒，绚烂的烟花点亮心中的梦想，吉祥的中国节挂出新年的希望，鲜美的水饺包满团圆的欢唱。2024，所求皆所愿，所失亦如爱，所求皆如意，所行化坦途。年年有风，风吹年年，漫漫即漫漫。祝旧愿皆已偿，来年有新愿。前方荣光灿烂，身后
温暖一方，烟火灿烂人间理想，所求皆喜乐，世事常安宁。愿此岁今年更古以往，不因逆境而自甘平庸，做骄阳亦做星光。岁末将至，敬送东随，平安喜乐，万事胜意，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我们要在2024的第一缕阳光下许愿，千里怒马，踏遍万水千山，寻觅东风，共享大好年华。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美好的世界，那里清风吹拂，白云悠扬，向云端，向美好。年少的我们带着梦想，以饱满的热情勇敢出发，云端之上，心之所向。愿我们不忘初心，以不鸣的童心在云端畅想。请欣赏玉环传媒艺培中心乐声合唱团选送的合唱《向云端》，一起来聆听。
广义东哟景亭松。哎，你好，你这说的是我们玉环方言吧？对呀，这可是我刚跟阿郎老师学的方言童谣，觉得很有意思，就在春晚的舞台上给大家秀一秀啦。名师出高徒啊，看阿郎老师正在辅导同学们练方言快板呢，我们去看一看。阿郎老师，您是我们玉环方言非遗传承人，是不是有很多小朋友都在跟您学玉环方言呢？是个是个，天气啊，有很多个小朋友方言讲不利呀，听方言求得听啊女士听也听不懂。因为此我的小朋友互动的时候啊，我问小朋友，我讲啊，七人各是个意思，结果有个小朋友回答，七人各是过年吃的年糕。喊我讲，喊别流是个意思，个小朋友讲，别流就是鼻子红起来呀、啊，这个很简单。喊我讲三郎棍是个意思嘞，有一个小朋友讲啊，三郎棍就是冰棍雪糕。闹了很多笑话，像个那方言土语啊，小朋友听起来比较难啊。像我听到。自从我的女娃娃再来目前是不出以后，方言得到了徐州为大光景的重视并关注。我的女娃娃在文理工作室平日的小朋友接触的时候互动的时候，都是现场小朋友我家最有趣的方言童谣，让给了喜欢热爱讲方言，只有能记啊，才能够把我那个本土文化决定落去，并发扬光大。谢谢，谢谢阿郎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玉环画伞文艺工作室选送的方言快板《童谣贺春》。舞动动，每天兴发浪发嫩的装备，网球出国别急领，老师他们也压心，今天老雨色色心，拉不起娘他老鹰，袭击袭击击袭击。要鸡要鸡
顶楼天起，咿呀哟，咿呀哟，嗯嘛，请靠前，嗯也中，请啊逢，嗯也楼，请啊不，咿呀哟，咿呀哟，嗯嘛，请靠前，嗯也高，请表哥，嗯也在，请小。同学们送来的新年祝福，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游戏的方式在现场收集观众朋友们的新春祝福了。我们的游戏名称叫龙年猜猜乐，游戏规则是根据大屏幕上出现的图片说出相应的龙年祝福成语。现场第一位通过工作人员话筒答对的朋友就可以获得龙年吉祥物一个。现在我们的游戏正式开始，请看大屏幕。现在我们看到的图片是第一题，有请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回答，猜一猜这幅图讲的到底是哪一个关于龙的成语呢？来，我们看我们这个小男生啊，手举得高高的，来，请你回答这道问题。生龙活虎。恭喜你答对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题。哪一位？来，我们看这个小朋友来回答一下。车水马龙。哦，车水马龙，很乖。我们回答的是否正确？答对了，恭喜您。好，我们继续下一个题目。来，我们来看第三题。啊，你已经走到这里来，这次机会给你了。龙凤呈祥。太棒了，你们太聪明了，恭喜你们答对了。我们来看第四题。
最后一个字是彩虹，提示一下。龙，第二个是章鱼，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风，凤。大家来猜一猜。来，我看这位小朋友，来往前走一下。来，你告诉叔叔这个答案是什么？慢一点。龙章凤彩。太棒了，答对了。好，送一个小礼物。啊，我们还有一个小礼物，最后一题。来，我们来看最后一题。第一个是人。来，我们把这个给我们小朋友来回答一下。狼马横虎。很遗憾，答错了。人中龙虎。太棒了，答对了。来，把这个礼物送给你。谢谢大家的龙年祝福成语。谢谢大家的参与，让我们的新年气氛更加热闹了。要说热闹呀，锣鼓喧天，鞭炮阵阵，热闹街市，花灯紧簇，要上伙伴们一同关灯，是不是热闹非凡呢？接下来的这个表演难度系数很大，一定会让大家眼前一亮，请欣赏玉环市甘江中心小学选送的越剧联唱《追鱼关灯》。Thank you.
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勇气。何为少年？少年当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韧。在成长的旅途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困难与挫折，但只要我们时刻保持一颗乐观的心，那我们一定可以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就像即将上场的这群小球手一样，必胜的信念始终支撑着他们，不抛弃不放弃，直到拼尽全力打完最后一球。下面请欣赏玉环市卡门中心小学选送的舞蹈《最后一球》。
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当你乘坐和谐号动车出行，当你在跨海大桥驾车驰骋，当你喜闻航天空间站对接，当你倾听量子在空宇交缠，你会从心海中油然升起自豪之情。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托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祖国未来栋梁的我们，更要牢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下面让我们一同献礼祖国，请欣赏玉环传媒艺培中心广电小主播选送的朗诵《厉害了，我的国》。穿越时空，有一个声音在苍穹中回荡，厉害了，我的国。回眸历史，有一种幸福在寰宇内绵长，厉害了，我的国。泱泱华夏，诗书之地，浩浩神州，礼仪之邦，先秦诸子，百家名望，魏晋风雅，千载绝唱。我们
无垠的宇宙中有一颗蔚蓝的星球，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在这颗星球的保护下，才得以尽情享受着阳光雨露的恩泽。因此，我们更要心怀感恩，共同爱护这颗美丽的星球，保护我们的家园。敬畏海洋，刻不容缓。让我们一起行动，守护海洋的蔚蓝。下面请欣赏玉环市楚门东方红幼儿园选送的情景剧《是谁动了我的蓝色》。你好，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你好，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发生什么事了？我们这片海域被污水和垃圾占领了，海洋生物已经无法生存了，请海底小纵队帮帮我们。好的，我们马上来。呱唧，走去看看发生了什么。这里的水污染的太严重了，我的喉咙好难受啊。巴克，快戴上面罩，这里的水这么毒。救救我们，我们在这里。是什么声音？声音好像是从这里传来的。谢谢你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刚刚这里有人打了求救电话。我就是刚刚打电话求救的人，你们也都看见了，这里已经被垃圾包围了，海底精灵刚搬走了，但是我和妹妹不想离开，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海洋的守卫者，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走，呱唧，我们去看看这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想要一个温暖干净的家，家里有很多海洋朋友。伙伴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的朋友皮医生可厉害了，他一定能还给你们一片蓝色的海洋。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去找皮医生。皮医生，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大家好，我是皮医生。据我调查发现，陆地上的工厂越来越多，污水很大一部分排入河流和大海，都会污染海洋环境。呼吁保护海洋，人人有责。好的，谢谢海底小纵队，我们一起做一名环保小卫士，一起行动吧。保护海洋。蛟龙得水，龙飞凤舞，龙凤吉祥，如龙似虎，龙行大运，龙凤呈祥，生龙活虎，龙年大吉，新年快乐。手中有闲，心中有韵，时光静美，生活如诗。古筝是中国的传统乐器，它悠扬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天地的和与序。礼出东方，礼乐中国，盛世匠心，回响华夏。下面让我们共同领略古筝的魅力，请欣赏玉华市百家争鸣古筝运输中心选送的古筝演奏《沧海一声笑》。Thank you.
们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共同见证了祖国的繁荣与富强。我们又是何其幸福，在和平安宁里健康快乐的成长。接下来我们要用精彩的表演诉说我们藏于心中的真情，表达对伟大祖国深沉的爱。请欣赏玉环传媒艺培中心传媒小记者选送的情景剧《我和我的祖国》。我们对祖国的了解更多更深，掀开发黄的历史，走入那白骨累累积贫积弱的中国近代图记，我的祖国正带着满目疮痍的脸庞，血泪模糊，从水深火热中缓缓走来。西方列强无情的践踏，帝国主义残酷的侵略，奸淫掳掠，烧杀抢夺，肆虐的风都带着泪与伤。长夜漆黑，风雪如磐，山河失色，难道我们就此沉沦？不，我们要呐喊，我们要抗争，我们要重振河山。我们永远不会忘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97年7月1日，东方明珠携着紫荆花的芳香回到祖国的怀抱。1999年12月20日，澳门又踏着妻子之歌的旋律回家了。中国再也不是那个无奈哭泣的母亲，她永远不会让别人再夺走她的孩子，永远不会。从1970年4月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再到神5、神6、神7驶入浩瀚的太空，中国用自己的实力告诉世界，嫦娥奔月不再是梦想，征服太空我们也能行。奋斗书写着史册，汗水浇灌出硕果，勤劳的人民奋力拼搏，中华复兴声声凯歌。复兴号启程，7919首飞，国产号目下水，慧眼遨游太空，光量子计算机亮相，港珠澳大桥贯通，中国勃发出震惊世界的力量。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诉说着这个强大国度的蒸蒸日上。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实现着这些巨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在今天。
的国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国。有一种感觉叫做幸福，有一种骄傲叫做我是中国人。小记者为我们带来的深情演绎，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4玉环市少儿春节联欢晚会，我们在玉环市传媒中心一号演播大厅和您欢度龙年新春。现在我们在现场要进行第二轮龙年猜测乐互动了，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话不多说，一起来看大屏幕给出的第一题。有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举手来回答，这到底是跟龙有关的哪一个成语呢？鱼跃龙门。恭喜你答对了，请工作人员将龙年吉祥物送给这位幸运观众。好，我再往上走一点，给上面的小朋友一点机会。请看大屏幕给出的第二题。龙马精神。恭喜你答对了，请工作人员将龙年吉祥物送给这位幸运观众。大屏幕给出的第三题。卧虎藏龙。恭喜你答对了，请工作人员将龙年吉祥物送给这位幸运观众。请看大屏幕给出的第四题。二龙戏珠。恭喜你答对了，请工作人员将龙年吉祥物送给这位幸运观众。请看大屏幕给出的最后一题。望子成龙。恭喜你答对了，请工作人员将龙年吉祥物送给这位幸运观众。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的新春祝福又多了一串。接下来让我们追着快乐的音符奔跑，用歌声点燃心中的光芒，向着快乐出发，歌唱生活，歌唱阳光。下面请欣赏玉环传媒艺培中心乐声合唱团选送的表演唱《向快乐出发》。色的樱桃有点甜，秋
喜气洋洋真热闹，挂灯笼过大年，千家万户大团圆，欢声笑语心里甜，福娃给您拜个年。对，福娃给您拜个年，阖家欢乐中国年。接下来请欣赏玉环传媒艺培中心广电小主播选送的表演颂《嘿，小梦娃》。Thank you.
又开，欢乐吉祥年。说到桃李呀，我不禁想起栽培我们学习成长的园丁老师们。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杨丽老师，作为一名舞蹈编导，杨老师可是连续五年带队参加我们的少儿春晚呢。杨老师，能和我们分享参加少儿春晚的感受吗？大家好，我是杨老师，非常开心，这是芭比舞蹈第五年参加少儿春晚了。每年我们的春晚，孩子们利用假期短短两周的时间来排练，让他们得到了一次不一样的集训体验和舞台的经验。非常荣幸呢，能参加到这场属于我们玉环孩子们的春晚，预祝我们少儿春晚越办越好，谢谢。谢谢杨老师。今年的少儿春晚，我们集合了玉环传媒艺术培训中心旗下广电小主播、乐声合唱团、传媒小记者、芭比舞蹈、伊童秀模特、时兴街舞、群艺舞蹈等节目，以及来自全市部分学校机构选送的精彩节目，为观众朋友们呈现出一场具有玉环特色的青少年时尚先锋春节联欢晚会。这精彩的背后，离不开同学们的努力训练，离不开老师们的悉心指导，离不开爸爸妈妈的默默支持。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这群小金龙，欢欢喜喜迎龙年吧！请欣赏玉环传媒艺培中心芭比舞蹈选送的《龙娃闹春》。秋，来他秋了。
你知道什么是吉普赛音乐吗？吉普赛音乐啊，是一种充满热情和活力的音乐，它融合了吉普赛人居住地的民间音乐和世界音乐，具有独特的风格呢。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一场美妙绝伦的演奏会了，楚门文心小学的哥哥姐姐们带着他们清脆悦耳的口琴，用变化万千的节奏为我们送上新春的祝福，请欣赏玉环市楚门文心小学选送的口琴合奏《吉普赛嘉年华》。
心中有梦，方能激发潜能和力量，让生命绽放光彩。心中有梦，方能不负使命和职责，奔赴灿烂的明天。在我们玉环传媒少儿一培中心，有这样一群追梦的孩子，他们爱表达，爱朗诵，爱站在这方舞台熠熠闪光。他们爱朗诵，用今天的声音读出以往的故事。他们爱朗诵，让优秀的民族精神在我们血脉中流淌。下面让我们一同感受朗诵的魅力，请欣赏一环传媒一培中心广电小主播选送的朗诵《追梦的孩子爱朗诵》。我们是一群追梦的孩子，我们是一群追梦的孩子，高高的伸出手，想要抓住那颗耀眼的星辰，但那颗耀眼的星辰却如此的遥远。于是一个梦悄悄地升上来了，小熊妈妈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呀？梦想我还没想过呢。我问问大海做一条小鱼吧，不用去到遨游。我问问蓝天做一只小鸟吧，自由自在地飞翔。我问问森林做一棵小树吧，朝气蓬勃地生长。要不然做一朵小花吧，在阳光下快乐地绽放。梦想多么灿烂的名字，梦想多么充满能量的名字。我们的梦想很小很小，我们的梦想很大很大。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中国机长，守护祖国的天空。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白衣天使，用我的爱心照顾好每一位病人，拯救更多的生命。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消防员，带着你笑我的手挺身而出。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用心教好每一个孩子，让知识改变命运。让我们放飞希望，拥抱梦想，让我们集合所有的梦想，让我们打开心中最美的翅膀，让梦想照进现实，让梦想照进现实。七月盛夏，绿意盎然，神州大地异彩流光，桃李成果，荷花怒放，有我少年神采飞扬，诗颂风雅经典传响，颂声朗朗惊艳四方。我们爱朗诵，仿佛站在春天的花园，我的声音就像阳光里的一抹花红。我们爱朗诵，仿佛漫步夏日的湖畔，我的声音就像柳枝间的一缕清风。我们爱朗诵，仿佛徜徉中秋的夜晚，我们的声音就像一轮明月，诗意正浓。我们爱朗诵，仿佛跋涉严冬的原野，我们的声音就像一片雪花那么灵动。春夏秋冬再平凡的日子也会优雅而不平庸，风花雪月总有一份美好荡漾在心中。我们尝试着用声音营造诗歌里的意境，诗歌里的意境。我们揣摩着用声音表达散文里的哲思，散文里的哲思。我们体会着用声音描述故事里的人物，故事里的人物。
我们练习着用声音抒发作品里的情感。作品里的情感，我们爱朗诵，我们爱朗诵。我们张开声音的翅膀，飞翔在语言艺术的天空。我们爱朗诵诸子百家，上善若水，君子怀德。我们爱朗诵诗经楚辞，雨雪霏霏，上下求索。我们爱朗诵唐诗宋词，灯火阑珊，更上层楼。我们爱朗诵四大名著，群雄逐鹿，笑傲江湖。百折不挠，情有独钟。我们爱朗诵上下五千年，群星璀璨，万古流芳。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行诗句就折射出几千年文明的灿烂。几千年文明的灿烂。先天下之忧而忧，一番感慨就凝聚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小荷才露尖尖角，一帧画面牵动的是万缕情丝，爱的期待。万缕情丝，爱的期待。而今迈步从头越，一腔热血激荡的是改天换地英雄气概。改天换地英雄气概。我们用声音传播经典，描绘诗意。我们用声音普及艺术，讴歌时代。我们用声音浸润心灵，播撒希望。我们用声音点燃梦想，传递力量。广电小主播的舞台，广电小主播的舞台，广电小主播的舞台，广电小主播的舞台就是我们的小宇宙。这里星光灿烂，相聚在这里，我们就是明亮的星星。我们爱朗诵，我们爱朗诵，我们爱朗诵。新春祥瑞，新春福真，欢喜拉近了我们的距离，热烈染红了我们的生活。春节让我们截取下了四季的片段，春天给了我们人生无限的遐想。在这样一个喜庆祥和的时刻，时尚独立的小模特们将为我们带来一场充满艺术气息的盛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玉环传媒艺培中心一童秀艺术选送的模特秀《俏龙娃》。Thank you.
响，春龙抬手，鸿运当头，龙首高昂，不负众望。过去的一年，我们汗水浇灌，放飞期望，崭新的一年，我们温馨和谐，收获喜悦。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相聚在这里，怀着真挚的祝福，共赏良辰美景。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相聚在这里，满载收获的喜悦，共度欢乐时光。让我们铭记这一刻，珍惜这一刻。今夜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用自己的声音为往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明天我们开启新的征程，向美好未来发出邀约。鱼跃潮头千江水，龙腾云天万民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4玉环市少儿春节联欢晚会圆满结束，让我们一起朝气蓬勃地向2024年说一声你好。